它在运用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参考，运用的参考。好，我们抓住对方。蜜蜂湿壁，它有很多用法，因为这是其中的一个用法之一。那我们也可以类似入根砖，这是入根砖，类似入根砖的用法。那当然，我们蜜蜂湿壁也可以直接砖。其实全招哈。你不一定要按照他的标准动作去用，只要意到就好。